谁呀？东啊，我。啥事儿啊？那什么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哎呀，这事你在这说呗。你看我说话不好使啊。哎呀，爸喊你，快去吧。好使。对呀。干啥呀？行吗？把门关上。这喝了，这啥呀？爸给你熬的十全大补汤，补啥的呀？问那么多干啥呀？快喝了，喝了，喝了。太苦了，苦就对了嘛。再说你人别人的药都整滚热滚热，你这整冰凉冰凉的，凉就对了。良药苦口嘛，喝了喝了，是那个良吗？哎呀，对身体好，喝了。哎，别傻了，哎，放，哎，放，这来。哎，长得八苦八苦的，这啥玩意儿？大补汤，大补汤，喝一碗就行呗。喝。不捏鼻子喝，要就喝不下去，把鼻子捏上。我小时候吃药最不费劲，那不就对了吗？来，那就喝，多喝点。三碗了。来，你这啥？哎，别傻了，快来！别成啥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不差这一口了。行了，这。上你喝，我不喝，灌啥呢？搁这玩意儿，挺不好，挺不好，喝了。这整的喝喝，来给我喝，来吧。这磨磨唧唧的，行了，这啥呀？呀，瞅瞅，打个嗝还回去吧，睡觉。睡啥觉？我还得很。琢磨明天直播的事儿呢，回。起来，快，鼻子出血了，快，还出血了呢，鼻子，快，再拿点啊，来了。那你咋整的？鼻子咋还出血了呢？一定是你爹给我整的，非得要喝那个十全大补汤，一点都不能剩。他这边补的，你那边不配合，他能不出血吗？你说你也是，那他让你喝你就喝呀？我早晚得死在你爹手里，我跟你说。别瞎说话呀！给我拿一个。